他怎么还不来呀？走啊，小美，咱们去奔现，给你找个男朋友。嗯，就在这儿等是吗？对呀，就在这儿等。他条件怎么样？哎呀，他怎么还不来呀？我都困了。他条件跟你差不多，差不多了怎么不来？哎呀，是不是不敢见我？你是不是把约会地点搞错了？没搞错呀，就是这儿。估计他不想来了。算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好伤心啊！找个男朋友还这么难吗？嗯，给你介绍咱们家的那个小奶牛怎么样？你可拉倒吧！小奶牛跟你门当户对呀、啊。你俩又从小生活在一起，又知根知底的。嗯，我感觉有点差辈了。小奶牛多好看呢，做男朋友怎么样？嗯，不行，我俩不合适，我俩星座不合。嗯，星座不合，你知道不？你还在乎星座不合呀？当然了，你看他也不乐意，哎呀，一脸委屈。嗯，我俩是真心不合适呀，星座不合，嗯，性格也不合。来吧，他吃剩下那个，我吃，我不嫌弃他。